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海生大叔。作为一个热爱美食的一个人，会更加关注口气清新，会让自己每一天会有更好的心情。想知道我保持口气清新的秘诀吗？11月1号上京东超市新品之夜，我和李士德林一起为你揭晓这种方法。